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三月的每月大师，我们来一场每月大师的对决，由 Olajuwon 对上 Patrick Ewing， 我们使用竞技场来展现一个一对一的对决。为了配上我们的观众，配了大概50场有了吧，终于有配到两场，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
感谢大家收看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那哪一位中锋比较强呢？你觉得谁比较强？欢迎下方留言讨论哦。那这一集的企划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